吃吧，趁热吃吧。你吃吧。吃完的了，没活计了嘞。你吃吧，你啥时候吃吧？这不是没活计了吗？吃吧，够了。这说你拿吧。吃饭的呢，这个药等了，这个鸡翅热乎，要我一会儿来吃。吃吧，吃吧，你俩。还有都有，放着吃。都啥买的呢？你叫我来。老兵嘛。老兵咋了？嗯。我说你来俺姑这好几天了，没来这看看你嘞。嗯，我说这都啊。都在这，这还没住嘞，都。那还请俺这得住两天。嗯，不去你住了。咋不去？你看两个月一要是一要来这看看，是不是？你把我你姑妈叫来，咱姑这住两房，走了。俺这也能住哎，你就搬家去了，后来没去过。嗯。这鸡腿热乎是不是？嗯。要等了，吃吧。那面糊好了。嗯。醒会儿吧，醒会儿了，一会儿了可以。啊，那老快，一会儿了。啊、哦！哦，行了。嗯。这天我去。怎么？还不回去？伢没空，不送我。我说这家送我了，伢说伢没空。过两天了。伢说过两天了，不送我。这两天。来没住几天嘞？啊，说没几天嘞，再忙嘞。啊。俺娘想起来了呢。我回娘想娘了，还不是，娘也想你娘了，不是给你老你奶也是想你娘了。嗯，你坐这等着吧，奶奶啊。嗯，我吃。看奶奶和着面醒了呗。醒了。面和着醒了，老着都来了。嗯，我吃的。人家都小老兵小老浪人家捞不成，俺面一和好都不摘了，面和不好。俺和了一浪人了呀，俺这干不了点儿。哟，好烫！哟，这个点着，摘来呗，这个指望还摘，指望他不还摘，是吧？这点毛边都烫着了，俺我那是带那白根儿呢。马上开饭。吃吧啊，过了吃，可香了。这是老吴、妈妈还有老婆娘一块做的，有和面的，有擀饼的，有烙饼的，做了没去？我要就吃。嗯。嗯。我烙的。老公干的，跟老娘和的面，吃多了。老公在家挺难受，全吃多了，全吃了。我这烙不上那饼，不给我吃呗？烙着呢，好吃。嗯，这个油大，也不给，那不是那不亏了吗？那。